所以哦，那个啊佛呢，曾经呐、啊，这个跟呢那个舍利佛讲，说哦有千年的暗室啊，一千年呐、啊，那个很黑暗的房间呐、啊，哦，他说我在这边已经哦居住啊有千年的，所以我不愿意离开。问呢舍利佛。可不可以啊？不离开，可不可以？只要你点灯，他就离开了，对不对？嘿，所以只要我们启发般若妙智慧啊，那个烦恼暗宅啊，全部都不见了，哦，都没有了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了解到，他不管在怎么久的愚痴啊，哦，那个哦，这个迷昧啊，都没关系，只要你一点灯了。哦，般若啊，妙智慧一出来了，哦，那个黑暗啊都消失了。伊无爱离开嘛，爱离开啊啦。你火甲点落吼，迄暗就拢走去啊，对不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，要把心灯啊都点燃，哦，照亮啊所有黑暗，让所有黑暗呢都变成光明，哦，拢已经成光啊啦。